先我先欢迎所有的同学今天到我们的课堂上来。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位非常有名的说起来是我知道听说他的时候是约略在好几年前啊、哦，这个是在临时政府的阶段 ，GOV 的阶段哈、哦。那这个唐凤南政委在过去参加很多 GOV 的这个活动，他是其中的这个核心成员。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一直觉得说，哇，怎么有一个人这么厉害，创造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让政府的一些这个讯息，还有一些 information。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一直在讲说 open government， 然后所以就很多讯息可以四处的流通。那对于这民众对于这个政府也都是很好的一个沟通平台了哈。那后来逐渐的认识这个唐凤政委是，其实他35岁的时候，他进入了政府体系当政委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在行政院科学院办公室做一件事。他都已经15岁了。哎呀，真的是what a sweet memory 哈。那时候的午餐之会哈，觉得好温馨。那当然也在那些会议里面预计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包含台湾的这个智慧城乡，那怎么样来协助偏乡可以做到更好的这个 AIoT 的这个连结啊，联网的这一部分。然后呢还有很多措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的老板是现在的科技部部长，那个吴部长就说，哇，这个唐政委是我们内阁里面最聪明的人，他的 IQ 最高，他的这个想法最快，他记录一些事情哈，非常非常的这个确实。那后来慢慢的了解，其实也知道说，这个唐政委在很小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 IQ 太高了，不适合在我们体制里面的学校上课，那所以他14岁就开始自学。那他自学绩效大概都比我们一般来这个高中大学来的好，所以他自己在不管是国内或是国际上都非常有名。他的好几个这个重要的作为，包含用机器人去参加会议啦、那分身啊，唐凤分身好几个地方啦、那最近大家知道的是有关于这个疫苗 distribution 的系统啊等等，那他都有一些参与跟构想，那也贡献很多啦。其实这些对我们全民的生活的帮助很大。那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体会到现在的社会跟以前又不一样了。现在社会是一个跨领域整合，运用这个智慧科技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都出现。那台湾的社会的变迁，那台湾的社会创新、社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怎么样进行？那所以这个唐政府内心有很多的远见，也有很多的 vision 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唐政委到我们的课堂上来，那也请各位同学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来请教我们唐凤唐政委。我们先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唐政委。哦，希望网络上的我们的同学听得到，因为我们这堂课有900多个同学的选修，那所以会影响是蛮大的。我们希望同学们借由这个课堂上有更深入的这个思考。那唐政委要不要给我们一点努力的话？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对着镜头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想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60多个问题，快要70个了、那也提醒大家，就是是要按赞，也就是说我们是按照按赞数量越高的，那我们就会越先来讨论。那我们从现在到就是结束中间是不休息，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如果要听我讲任何题目的话，那现在就可以开始来按赞，谢谢。好，谢谢唐政委的这个发语开始的这个欢迎词。那我们是不是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赞最多的问题来问唐政委？第一个，哇，已经有72个人按赞了哈，要表示说大家很关心这个议题。好，那我说在科技时代下，我们面对凡事都需要科技辅助，例如说您设计的健保实验室，或者是口罩地图，哇，我忘记口罩地图，帮助蛮大。但是台湾长辈大多不太会用3C产品，想请问委员，您会如何和高龄人口沟通？以我自身的经验，他是在20岁哈，还是会有不耐烦的时候，像是他们常常使用伸手牌，这时候往往就会起冲突。想请问有什么
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方法吗？好，谢谢，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不管是简讯的十连制或者是口罩地图啊，都不是我的主意啊，这边要先讲在前面 for the record。简讯十连制就是今年五月的时候，那个是在 G0V 就是临时政府的 Slack 频道上面，Base 城啊、艺术城啊等等这些朋友们一起设计出来的。那当时设计的初衷就是不需要把各自留在店家，也不是把各自放在政府，而是暂存在自己的电信商上面大概28天的时间。那如果没有人需要调阅的话，我目前好像已经2.5亿则了嘛，从5月到现在，那中间大概只有100万则左右实际被医疗人员调阅，那其他没有看的，那就28天之后就会自动删除，那大家都可以反向的去查询说，自己的28天之内记录怎么被看过，所以这些其实都不是我设计的，都是在剧里面设计的。那我的角色是什么呢？就是去把它拿到，好比像说指挥中心来讨论，把它拿到，好比像说院长召开的会议来讨论，然后说，民间现在有一个显然比我们本来在做方法更好的方法，我们是不是打不过就加入它好了？这样，然后如果这个公部门的朋友同意了，我就再去跟私部门的朋友来讨论。好比像说，可能实名制来讲，那就是需要超商嘛，药局嘛等等的协助。那继续实名制的话，就是需要开始中华电信，然后官方网路，然后当然五家电信商的协助。那这个是我扮演一个沟通。影响沟通的角色啊，并不是说是我的主意，我说最后常常都是我出来说明，所以大家可能以为是我的主意。那口罩地图也同样是在去领域上面，江明宗啊，或者是吴长伟啊，这些朋友他们的这些创意。那我的贡献也只是把健保的资料及时的把它分享出来啊。那因为我现在就是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是跨部会的，所以我常常也会接到很多部会他反映说，好比像说如果是新住民，或者是说他看不太懂我们这边的汉字等等，那其实好比方说简讯实验室送出去的时候，其实他有一行说，这个讯息只限于一定要使用，但是如果你看不懂汉字的话，就念不上你发了什么出去嘛，这个时候可能心里就会就是觉得不是很稳定。那另外就是说，也有很多人他其实手机要么没有后进口，要么不知道怎么扫 QR code。那这个时候他用所谓的 feature phone， 就是翻盖式的手机，也应该让这些朋友们的一个方式，能够手动输入那15码，然后传到192，这叫 graceful fallback， 就是不会因为说他没有下载 app 的能力，或者是没有扫 QR code 的能力，好像就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简讯实验室。然后在简讯实验室开始的就是说，并不是它取代纸本，它是帮纸本做分流。也就是说，如果纸本很多人排队，那其实本身就有群聚的风险嘛。同样的笔，说不定也会有感染的风险。所以，当大部分人都跑去扫 QR code 的时候，那如果你还想要用纸本的话，那就比较没有人跟你挤那个纸本。所以，无形之中也是在保护用纸本的人。那很多时候就是大家觉得说，社会创新好像只是数位这边比较蓬勃，但是其实纸本的实验室也有很多社会创新。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那个部落吧，帮他所有的这些长辈都刻了连续章。什么是连续章？就是不用特别盖印泥，然后就可以直盖它自带印泥的那种章，自带墨水。那所以因为我们知道实验室它流式化也是可以的，有任何流落方式都是可以的，你也不需要留你的名字，不需要实名，所以有些长辈如果他不太习惯书写他的名字等等，那他可以预先有个 handle， 就是知道怎么称呼他就好，那就是刻在印章上，然后他就到纸本实验室里面去盖个章就可以进去了。这个速度实际上是比扫描还要快的，所以我就是有机会也都会 promote 这样子的连续章的社会创新。并没有觉得说好像扫描以后就要来取代纸本，所以这是一个一般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开发这些技术的时候，它都是 assist 辅助 augment 去补强现有的这些做法，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说你可以用健保快易通或者用 e-mask 去预定口罩，我们就把在要去排队那也拿不到，只是要去分流以后不用再排队。那我们也不会因为简讯实验室就把真正实验室拿掉，我们也不会因为有个口罩地图，那我们就把打电话到922这个拿掉等等。
所以所有这些我想都是我们在开发这些数位技术的时候兼顾这些比较不习惯的能力。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他自己在学习这个新的做法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步调，所以他一旦学会了之后，他可以用自己的步调，而不是很慌张的去让所有他旁边的人知道。那这样子，这个长辈本身也就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第一个不要逼着他们一定要学新的方法，旧的方法很好，你也可以慢慢的去找。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开始愿意学的时候，那你可以鼓励他多跟亲朋好友分享。他自己学了，那说不定过几天忘了，但他只要教过别人，就基本上是不会忘记。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好哈，那接下来是一个问题，问说，政委你好，由于政务委员这个身份职权比较模糊，那请问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您入阁以后实际扮演角色呢？是，当然，政务委员他是俗称这个不管特定部会的部长，所以虽然我们是部长的层级，但是我们并没有说这个有一整个部或者是一整个会啊，是需要我们来帮忙下决定。相反的，每个政务委员都是在各个部会中间去进行协调的工作，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有数位，就是九位啊，很多位的政委。那所以好比说像每次去立法院的时候做60年这个邓正中政委，那他就是负责经贸的谈判 CPTPP 啊这些工作，所以在那些工作里面他就会调动各种不同部会的资源，也会有些部会的同仁直接到院本部到他办公室之所谓的借调，那当然也可能去跟一些民间的朋友去互相合作等等，所以不是只是串联各部会，也是把民间的力量串联起来，政委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工作。那我在政务委员这个位置上面，我负责的三件事情：开放政府、社会创新、青年参与。那这三个呢，都是跨时期的事，各种各样不同的部会，所以自然借调到我办公室的部会的同仁也就非常多。我们32个部会，大概有接近20个吧，应该都有同仁借调到我们办公室。那好比像说跟大家比较密切相关的卫福啊、内政啊，或者是 NCC 啊、文化啊、黑委会啊，这个等等。那本来外交部没有，但是后来因为这个部长、谢部长上任，也开了推特账号，突然公众外交变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那外交部也经常都会派人来。那但是我并不是去要求这些部会一定要听我的命令，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每个部会只会派一个人来。所以会有轮调，所以不管他们是职等是参事，或者是职等是科长，在他调过来之前，那他只要来我办公室，大家就一样大，因为大家彼此不互相隶属嘛。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说，我们在推出任何的政府的服务，他们社会服务的时候，有青年的参与，就是就算你还没有投票权，也可以纳入你的意见。好比像是我们的瑞计划，就是青年体检政府服务的这个计划，那青年署的整个网站，甚至到今年地方政府能够服务，都是青年朋友一起设计出来的。那而且在过程里面，我们也会确保说社会上面的创新，就是开门造车嘛，那能行以来社会上面更好的发明，好比像说简讯实验室啊、火车地图啊等等，那我们立刻就不客气的，就是打不过你就加入了，所以我常常把这个叫做反向的采购，因为 spec 是民间在开啊，那是政府在完成民间所需要的资源，当然中间并没有什么金钱的交换，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处理特定的厂商，因为我们一次这个即时的 API 开放出来，像口罩地图一下子就有超过100个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团队都在使用，帮你处理所有人就没有处理的问题啊，所以我的工作大概就是确保每个部分的政策行。形成的时候都纳入先期就纳入利害关系人相关的见解，那特别是青年的见解啊，然后是在他实际要执行的时候，我们不会有一种好像我们最新的感觉，相反的可以有一种抛砖与引玉来的感觉，所以是只要社会上面有很好的创新就把它纳入，那这个是我实际扮演的角色，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啊。接下来是一群同学们问说了，基本上前半部写的比较无理，那后半部他指控你说他用了9亿元去开发一个作秀平台，那他指控你说用了20万去拍一个作秀的影片，然后但是呢他其实心中的疑问是说，那到底有没有一些钱来做这个研究发展用的啊？是这里讲的应该是5倍券的这个平台啊，
五倍券的平台如果去找二十万的话，那可以了解到说，其实二十万是整个广宣费用里面的蛮少的一个部分。那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好像加起来大概1500万，最多是在广宣上面哦。那然后其他的就是在必要的行政费用，那以及将来刚才讲到研发这些事情上，这些细目这个经济部都回答过了，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背书。不过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它后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就是前面老师没有念出来的这个部分啊，就是造成这件事情。我也很直接讲，就是我从端入的就说造成是没有好处，造成无利。我们这个亮点问我都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也理解到说，就是好比像说我们现在做维权或者之前做医疗预约平台，因为里面有太多就是互相关联的厂商。五倍券其实应该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个全国性的资讯系统，里面所有的行动支付调整或者是信用卡等等的厂商，还有便利商店什么，全部都互相联动。那或者在疫苗的时候，像最近发生的这件事情，大家忽然就发现说，特定的医院它批次上传的时候，那个 NICE 系统它如果一天之内不更新，那就变成是卫生局有权限。然后到底中央跟卫生局跟那个医院中间有怎么样互相制衡的机制呢？我也就加入了 PPT 上面的讨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真的是非常复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账号叫做 Confirm， 或者在 PPT 上叫 Auge 卡，那你可以一想到，那就直接说，反正先开卡就对了。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可以帮所有的公务同仁吸收风险，因为对大部分公务同仁来讲，如果现在他做一个创新，然后就会被热搜出来，然后被所有人骂。那这样的话，其实在公共体系就没有人想要创新了。那但是因为每次创新的风险基本上是我在吸收，所以不管是影片的后置时间不足，在这个时候在吸收，或者是说在一开始规划的时候，有我忘掉一些就是日期的设定啊等等，或者是要修改的部分啊等等，那这些大家可以做编曲。但是因为我吸收了全部的风险，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民间的创意或者是公体系的创意，它就有一个舞台。而因为第一个，它不会因为被热搜或怎么样，然后就被它什么样子就关掉。那第二个我就有点像一个游击手的角色，就是如果最后就是缺一个 RD 的人员，最后缺一个设定 CDN 的人员，最后缺一个最后一秒钟要做出记者会简报的人员等等，那我反正认为自带厂商自带场面嘛，所以就是最后如果真的有球漏掉了，那我就做。所以这个情况下，不但是降低风险而已了，也帮所有的公务同仁省去很多力气。因为球漏接的时候，我不会在那边说震怒什么的，我就看它掉在哪里，然后就自己把它捡起来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大部分人在公务体系工作，当然都是会在错误里面去学习教训。我想没有人会故意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比较难过，但是前提是他还要继续在这个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位置上，所以我想我的工作就是去确保所有的同仁在发挥这些创意，做一些之前没有人做过，因此有可能失败的事情的时候，那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的，反正我就先帮他挡一阵子，然后等到他真的想到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那下个礼拜他就来解决，我也不会说一定我想的临时的方法，临时最好的方法，希望大家记得。好，谢谢这个韩正伟这么坦白的这个回应这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同学们问到的是说，现在的教育鼓吹自主学习，不要过于仰赖知识的教育。然而，台湾大多数人仍然非常看重学校教育跟学历。那例如，以学历作为社会新鲜人的薪资依据等。想请问您有无改善此现象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只看学历，而是看人的能力。另外，你从小就跳脱学校教育，以自学为主，想请问是否因为您的学历而在工作上出现阻挠？谢谢。是，我先就个人的部分回答，我并没有因为学历的关系在工作上面出现什么阻挠，可是那是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创业。我从来没有就是在面试的就是这一头过，我永远都是在面试的那一头，就是面试官的那个角色。对，那因为我的每一份工作可以说是不是外部创业 entrepreneurship， 就是内部创业，
intrapreneurship， 好比好，我现在的行政员就算一种内部创业，在一个现有的组织、大型的组织里面，试着找出一些比较创新的做事的方法。那其实我自己的办公室也才20个人左右，那就跟其他 startup 其实是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贡献通常都是在我可以去综合大家不同的能力，而不是我自己本身一定有什么特别强的任何单一的特定的能力。那因为我的工作都是去找出就是大家本来觉得是零和的一些事情，那好比像说要在这个防疫的人权隐私权跟防疫的就是要做立调，必须要把24小时缩短到24分钟以内等等的这个速度中间去做权衡啊。那在很多的其他国家，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好的结合民间的创新者的力量，所以他们不是牺牲一边达到另外一边，那就是两边都可能没有办法进步的很好。那但在台湾，因为有那么多的社会创新者，那其实 PPT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创新的平台啊。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大家都可以想出一些两全其美或者多赢的这些方式。那一旦这个方式想到了，那我当然就帮忙他赶快输出国外，让这个全世界的朋友只要愿意采用，我们都知道说有这些可以两全的这些做法。所以因为我的工作是这样子，所以我并没有个人跟个人的竞争。可以说是在任何团队里面，你的才能怎么样子出众，跟我之间都完全没有互相竞争的关系。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不会变成说，需要变成我作为一个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面对学历啊，或者是比什么的这个理念资啊等等这个状况。因为不管任何团队把我加进去，大概对大家是都是好的。那在我在的团队，任何一个人加进来，对大家大概也都是好的。那只要你的工作是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现在我们在新课纲里面叫做透过互动达到共好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你就绝对不会再面试的就是被刷下去那一边。因为任何人只要就是知道你的工作，那其实他就直接找你进团队，中间是不会有个人跟个人互相竞争的这个过程啊。那但是当然就是说，如果以学历作为社会新鲜的薪资的依据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就是非常确实的一个情况。那我具体的建议，其实因为我现在在大学演讲，我每次提这个建议都觉得有点心虚，但是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念大学。那我自己不但没有念大学，我高中都没有念了。那我是国中直接就出社会，那所以我15岁开始第一次创业嘛。那然后到一般大学毕业的时候，也就是22岁的时候，那已经经过了7年了嘛，我已经是第4个创业题目了，第3家公司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时候我去跟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竞争同一个工作的这个情况，因为我很就整个业界都很清楚我比较擅长做什么，或者我之前创业的题目，那跟他们这整个供应链整个生态圈里面可以怎么样互相搭配、互相合作等等。但我并不知道看起来已经15岁就去创业，这个有点过于激进，而且15岁是童工啊。但是至少接下来18岁就成年了嘛，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考虑说，那18岁如果你手上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研究题目，那先试着在就是不管是业界或者是在非营利组织等等的这些地方，先试试看你的想法到底怎么样，就是找到一个团队，然后一起做这件事情。那这样子1-2年之后，那等到你脑里突然间有一个题目，或者你突然觉得说，有一些学术的训练可以帮助你做得更好的时候，那在这1-2年之后，你拿着这个研究题目到了大学里面，你就会发现说，你跟老师也是变成 peer to peer， 变成同侪的关系，因为他在研究一个题目，你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嘛，只是说他研究比你早一点，或者是经验丰富一点，但他就不会有一种好像你方向完全没有确定，然后他还要帮你想方向等等的这个情况。那我觉得一方面你可以从大学里面获得比较多，那二方面是说你从大学里面获得的这个，就是你之前在业界或者是在社会部门历练的自己独特的那一个经验，跟大学里面的学术训练的交集，而这个交集是独一无二的，就是独特的。那所以在任何未来的团队里面，你的这个交集对这个团队一定都是好像拼图一样，是扶强的，是
下分享，那就不会变成是说，哎，到最后就是你的只有只是你毕业的成绩跟科系这种比较线性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当然很容易就会变成说，哎，那任何人只要这些属性跟你相同，看起来就好像可以互相交录取的。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就是对整个业界能够 present 出来的就是这些比较线性的东西的话，那其实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资讯去评量啊。那但是当然，我也理解到在大学上这个。就已经迟了，也不是要大家就休学的意思。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业界他的谈判自己的薪水以及工作条件的前提是他自己的经历跟他所学到的东西跟这份工作这三件事情充电出来的独特性。那这个独特性越高，你谈判的筹码就越好。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哈。曾伟刚才是鼓励大家要有自己的独特的能力。那也许比你的学历更重要了哈，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谈未来大学里面谈的主题之一，学历这样的历比学历历程的历来的重要哈。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是问说，这个倒车入库的时候会撞到其他车子，怎么办？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啊，非常重要的题目。那如果倒车入库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子的话，那我觉得就是要看，就是你要不要先搜证嘛，先自己拍个照，先就确认这个实际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嘛。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没有很赶时间，那也是一个相当诚实的人的话，那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络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请当地的警察来处理。希望我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好，谢谢哈，要负责任的哈，不管是自己做了什么好事坏事，都要负责任。接下来一个问题是，郑伟好，我先替这个校内同学各种不礼貌的发问道歉，想请问您对于近期以来疫苗预约系统、五倍券系统等等的架设宕机导致各种舆论有什么看法？另外，郑伟对台湾的电竞产业是否有什么看法？是，当然我们在疫苗预约跟五倍券的系统都碰到瞬间流量，就是那个峰值过高的这个问题，就是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在上一次，就是上一期，就是前几天里面有试着就是导入微预约这样的系统，就让大家很明确的知道，有的先来后到，那你先来排队，那你就先排到，那后来排队，那就后排到，所以不但不会有就是相对的权益的损失，而且也可以确保说不会就是因为你一直重新就是刷这个网站，所以就上号就是你就是排到这里面讲到并没有，就是你只要用同一台电脑，不管刷多少次，那在你的队伍里面的话排都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导入这套系统？也是因为说，我们发现在就是预约疫苗预约的过程里面，大家会发现它虽然理论上就是量能跟疫苗的数量跟我们发的简讯的数量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足够的，但是出于各种原因，大家就会发现离自己近的行政区或者离自己近的县市，它不一定有开就是足量的量能。这个过去两天大家讨论很多，就不在这边重述。那如果没有开足够量能的话，那确实前来后到真的有影响，因为你如果后到的话，就会变成要跨区甚至是跨县市才能够预约到疫苗。虽然那个量在哪里，但是是在你就是街区比较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说，如果每一个县市都开充足的量能的话，那其实就算你排了好像说十分钟、二十分钟，但是因为那个前来后到是公平的，而且你所在的行政区一定都没有量能，那所以大家就会就是你就看着那个倒数的时间放在你的浏览器页签嘛，就先去做自己的事情。那轮到你的时候，那个页签会自动重新刷新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就是大家都不浪费时间，而且也没什么风险的地方。但是我们本来的这一套设定确实也要在地方政府开足够量的时候才管用，不然的话就你要光临排到，然后发现要跑很远的心情。也不怎么好，所以我想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反正有问题都算我的问题，所以我们会继续去确保说，第一个我们尽量缩短那个排队的时间，把排队体验弄得更好一点。那如果有就是大家接到简讯的时间前后不同，大家觉得说好像简讯时间前后不同也造成某一种不公平的话，我们现在在考虑说，那就像我们在五倍券的这个领取一样，我们把简讯的通知时间往前挪。
前一天就发送完简讯，那简讯的内文是说你们后一天早上10点可以预约等等，那这样也不会因为简讯那边小时只能处理100万字的发送，那造成一些就是有些人先收到然后收到等等的这些不公平。所以我想这些都是所谓的机制设计 mechanism design。那即使在峰值上面，未来大家可能还是得就是稍微等个，就是假设你时间整上去的话，可能还是要等到10点10分、10点20分。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里面不会造成大家期待的落空，那也不会造成大家权益的损失。那我觉得目前的就是短期的计划大概就先做到这里。那等未来就是大家第一季、第二季打得差不多了，那我们再进一步的用分流的方法。让就是峰值不会造成这样子的问题，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那电竞产业，对，电竞产业是我2016年10月入股之后第一个跨部门协调的题目。那当时就是可能大家如果听过我的演讲的话，可能还记得说当时的体育署说那不是体育，我们有动到所有的骨骼肌嘛。那然后所以应该是一种文化，文化部说没有100年的传统，所以不应该是一种文化，等100年再回来，在此之前都是工业局的事情嘛。工业局说我们打球的话，工业局做那个球，但是没有听说球员是工业局的事情啊，应该是体育署等等。那所以我当时的贡献大概就是去把 PPT 啊，或者是方案或者某个领域上面的相应的意见引进政府里面，然后去说，哎，你看下面都说围棋也是一种回合制的电竞啊，都在网络上面下了等等，所以大家要同意说那是一种就是记忆表演。那这样的话，所有既有的部会，包含围棋、桥牌等等的这些现成的这些内部的规则，其实都可以使用。所以，当然后来运动权利条例有修法，也是把我们的权势就是这些解释拿去用。但是在那个时候，各个部会都已经准备好要怎么样接这个球。所以在那个之后，我想电竞在我们法律的适用上面，或者是当地方政府要办一些活动的时候，中央政府这边包含发签证啊、借场地啊等等的这些资源，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对我来讲，我在意的并不是说特定的产业它一定要几年之内这个有多少爬树的成长，我在意的是政府或者是政府们在这个中间呢，不要当做挡路的人呢，应该是当做就是跟大家一起 facilitative 就是一起去引导或者是一起去陪伴大家。那有什么需要我们的部分呢，再让我们知道，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先全部都打，然后再全部都这个 top down 去推哦。我觉得大部分这种新兴的东西，民间会比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发展，怎么样子去有创意的运用出来，而不是说我们一定都用从每年才能够修改一次的大的 top down 的计划来处理这些新兴的事情。这个跟已经就是非常成熟的那种工业五轴的产业链，我想是相当不同的情况。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好像有点回到科技回报，科技方面的时候，整天都是每个礼拜都是在讨论这些题目。好，谢谢唐正伟哈。那个同学下一个问题想问说，委员您好，不知道询问性别对您成长历程的相关问题是否合适？不合适。若方便，开玩笑哈，若方便，想知道身为并非现代社会多数的性别，使您有什么与大多数人不同的特质，或者是不同的价值观？是，这个很高兴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对我来讲，就是我比较现在都不会用所谓 gender identity 以及性别认同啊，我通常都是说 gender experience， 就是性别经验。那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对我来讲，一个认同它常常是好像自己标签化之后，变成是跟我这个标签不一样的人，好像跟我不一样，它强调不一样别的那个部分。但是对我来讲，经验那就不是这样了。我可以说，因为我13、14岁的时候有过一次青春期的经验，我到23、4岁的时候又有过第二次青春期的经验。那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不管你的经验是什么，我跟你之间其实有一些共同的话题可以讨论，或是有些经验可以分享。那这个时候我就在脑里不会有一种 binary thinking， 我会觉得说，哎，整个社会里面有一半的人跟我不像的这种感觉。我会觉得说，哎，在整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我都可以跟他有一些共同的讨论或共同的经验分享。所以这个情况下，就养成我一种全面面战这样子的一种态度，是战力的战，不是这个战斗的战。那好比方说我在进行训练的时候，
那我的党籍呢不是写无嘛，党籍旁边就是性别嘛，那我也是写无。那但是写无党籍并不是说我不跟有党籍的人一起合作的这些分享，这个无的意思是说我不会因为是某个党籍就不跟不是同党籍的人进行讨论，完全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无是就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意思。那所以我在性别上面写无也是相同的这个意思。那我不会认为说这样子的特质或价值观是只有跨性别者才能够使用的哈。我想任何人只要戴上，比方说指挥官戴上粉红色口罩的那一刻，大家都可以更多一点不同的经验。那这些不同的经验是不同于自己以前的经验，但确实跟其他人相同的经验。大家只要只是 focus 在这些相同的经验上面，慢慢慢慢大家都可以去用自己生活上面跟其他人相同经验的部分去理解目前还不同的部分，而不会因为所谓的 label 就是标签或者是称号不一样，然后就说原来这个非我族类其实然后就不讨论了。因为在民主社会里面并不是说不能有不同的立场，而是说要经过讨论达到共同的这些价值啊。那为什么那个241票的人没有票？他没有，刚才跳过去，他是后来才顶上的，是他要求别人顶他上来。他要问的题目是说，今天的题新的题目是什么？可以帮我顶上去吗？谢谢大家。好。那今天的新的题目想必就是这次演讲之后会出的题目嘛。那很诚实跟大家报告，这个题目不是我在出，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我这个人就不知道我的答案，我就直接说不知道谁的答案，那说不定知道答案的人可以补充。好，那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宣布哈。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委员你好，请问晚餐吃咖喱拌饭好吗？我觉得还不错。那当然就是还是要注意营养的平衡啊。我想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质啊这些，它只要比例是均衡的，那其实只要营养部分没有问题就 OK。那我建议还是要配一些青菜啊。配青菜，好，尽量。好，想请问委员认为，如何利用科技改善台湾的政治环境跟外交地位？是，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用科技改善我们的外交地位。不管是早期的农业相关的农业改良的科技，像我去伊索比亚的时候，他们最记得的就是他们的很多作物曾经有台湾区的农耕队去帮他们改良过，或者是当然我们也很棒的就是医疗啊，或者是护理相关的这些或公共卫生，最近几年公共卫生相关的这些支援，那也是让全世界很多国家觉得他们的整个公卫系统不是只是一次就一两个人，而是一次就两百万人，这样子就是让台湾这个看过的地方公卫习惯啊，或者公卫的基础系统啊，什么都可以有很高的加强。所以这些大概都是科技嘛，不管是医疗还是农耕。那我们在最近几年强调的一个，就是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半导体啊，我们要这些技术。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强调的另外一点，就是 democracy as a social technology， 就是把民主本身啊，有一群人在那边说咖喱拌饭的那一题。就是直播没有声音了，请问现在有声音了吗？我刚刚在讲的就是要配一些青菜，然后尽量注意营养的均衡，所以其实就这两句话而已，你也没有错过太多东西。好，希望是这个。好，那没有，其实我这样一边这样子讲，他们还是一边说会在断断续续，所以我是不是先休息一下，先喝个水，确保这个连线没有问题。我们再继续，可见这个及时回应这个 news flow 很重要。好，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哈。OK。那同学问到说，您曾经在亚洲点戏骨的相关访谈中提及，台湾需要不怕失败的文化，才能成为创业公司枢纽。想问您对于台湾现况，就实际资金问题以及大众心态养成，有什么建议？讲到就是台湾的外交地位是用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科技的这样子一个角度去切入。那这个角度其实是一个新的角度，因为在以前大家想到民主化什么的时候，想到是投票箱啊等等，想到大概不是机票的时候，一面直播一面用什么穿云箭还是鹰眼部队的 app 来及时机票，让 YouTuber 来确保说关于选务的这些不实讯息没有办法就是
让整个社会陷入动荡，因为大家都发现说不同的阵营直播出来机票的数字好像差不多哈。那果果今天因为今天早上才跟这个另外一个应该没有这个问题的先进国家这个美国在进行这方面的讨论，所以大家都发现说，那在台湾我们试出来的这一套不是为了电子化，像电子投票，而电子化不是为了数位化，而数位化。而是整个过程里面去确保这个纸本是它可信赖的重播，有点像分散式账本这样子的技术，有各种不同阵营的机票员都可以去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那而且是大家信得过的那种你的阵营的那个 YouTuber。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透过增加民主本身的频宽，不管是验票机票的这个直播的方式，或者是说关于竞选相关的这个广告要及时揭露，好像政治现金要揭露它的来源，或者是说即使有很多就是公民参与联署啊，或者是参与预算啊，总统杯黑客松啊等等的这些方式，那这些其实现在发现全世界都很需要，因为就好像他们在防疫当中有一种好像如果不是要整个封城，那就要就是付出一些代价。他们也觉得说，那我们面对这些就是反民主的浪潮，这些民粹的浪潮，是不是我们不封锁言论就要付出民主倒退的代价呢？那台湾就是在正面，你只要用这些社会创新，这些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科技，那其实就可以让民主免于退场。那所以这种参与式的民主，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继农耕队或者是医疗物理相关的服务之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啊。好，那我再次第四次说，我对于哪里要不要办金刊里面并没有什么个人的立场啊，你不要信教啊，只要营养均衡，再加一些蔬菜、青菜就可以了。那但如果你真的很不喜欢吃蔬菜，我也不会勉强你的，尤其是香菜啊。好，那这样可以了吗？这次应该是有收到你吗 ？OK， 好，下一个问题，有技术上的问题，但是他问说，政委可以请你回答。关于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这一部影片的看法，是就是 Rick Rolling，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啊。那当然，这部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它让大家知道说，在网络上面的迷因文化，它可以在各种各样不同的脉络里面去使用。那我觉得 Rick Roll 真的是迷因进入主流那个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以前民音好像都是在次文化里面传播比较多，但是当 Rick Roll 出现的时候，你在任何的场合，包含大学的演讲，都可以用这个，所以我觉得它标志着这个民音主流化的开端。好，我们终于回到这个大家的习惯。接下来是郑委好，台湾社会长期有重理科，对不起，我跳了一步，等一下会被抗议啊，委员你好。国中小时用语句教学凸显了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您如何看科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偏乡教育中大量投入教学硬体设备，因您见解，此政策方向是否能有效缩短教育资源不均的差距？是，我觉得远距教学它首先其实并不一定是那个设备本身，常常是使用这个设备的习惯，尤其是现场的老师。那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是如果我们是去年是第一波疫情的话，那大家在用这些就是不管 Webex、Slido 什么技术的时候，一定手忙脚乱，它中文化也不一定能做好，我们平台也不一定跟得上，然后更重要的是那些大厂本来根本不是设计的这个目的用的，那他们都还在就是忙着调教他们的城市。那台湾这个非常幸运，是我们在今年五月终于开始来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经过一年，这些软体都调整的差不多了。那而且在过程里面，我们的就是台湾学术网络啊等等，也都在科技部办公室的支持之下，就是在这个先进网络方案里面去做了很多的扩容。所以我们去年一些未雨绸缪的这些工作，去年真的都没有用到，那今年就派上用场的时候，真的是缩短大家很多就是上手不习惯的那种情况。所以可以说是它完全就是看现场的老师他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学习的动力，他只要学习的动力，基本上应该就是该有的硬件啊、设备应该是都有配合的。那在这里，我想岔出去讲一个，
就是他下课的，或者是放学的，或者是寒暑假的这段时间。因为我们以前在前瞻基础建设里面的应用配置，大概都是假设学生会去学校，那学生会去学校，当然就有相当好的设备，那也有很棒的平宽投影机，或者是甚至电脑教室里面一个人一台桌垫什么，大概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当疫情出现的时候，你总不能把这些都搬回家吧？而且并不是设计出来让你搬回家的。那而且在寒暑假的时候，就算是没有疫情，那在很多就是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下，那立刻就有你家里的电脑是要跟其他人分，还是你在家里有一台自己的平板给自己用？这个时候，这个资源的差距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目前也有在规划，包含说有点像图书馆可以借书一样嘛，可以借平板回家，甚至是寒暑假的时候都可以自己来持续利用。那像这样的话，就是把教室的这个概念从同时性的这种空间变成一种它是可以非同步的方式自己学习，但是还是确保说，在这一台不管是Chromebook 或者是 iPad 或者是其他的载具上面，它跑的东西是能够跟这个教学环境是完全相融的。那这里面当然需要一些软体的技术，不然带回去关机的游戏不小心中了毒，那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还是需要一点筹备的时间。但是我蛮同意这个发问后面的这个想法，那现在也很积极的跟教育部在研究这方面的方案，应该很快就会大家就会看到。好，谢谢哈，谢谢兼顾我们这个偏乡的这个教育。那个下一个题目是：这位好，台湾社会长期有重理科轻文科的现象，想请问政委，认为未来科技持续发展将会加重这个现象，还是会延伸出其他需要人文领域参与的需求？是，我自己是因为没有念过高中，所以我对什么是文字组织理解是很模糊的概念，所以我可能不具备资格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来切哈。我在14、15岁的时候研究题目是我们为什么会在网络上面大家会那么快的相信彼此，对完全陌生的人，只是因为关键字对了，然后就一起做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如果那个空间设置不当的话，那就算是很熟的朋友，那也会互相就是突然之间就觉得对方很糟糕，就是面对面这两种，就是慢，就是面对面当然比较慢熟，但是也不会一下子突然之间就互相封锁，所以网络必然有一些跟实体空间不同的地方，这个是可以透过设计来达到所谓的快速信任或快速不信任。那所以这个就是我14岁的题目。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到底算理工还是算人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分开来想的。你如果没有写程式或者做不同设计的能力，就没有办法试着去做不同互动的空间。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现在对照网络社会学等等这些观察的能力的话，那你也没有办法进入实际进入那个空间的人的那个角度去看。那在所谓的人文理工中间，还有设计学们呢，我们在服务设计或在互动设计上面，也有非常多的方法论。那当你要聚焦在这个空间里面的人身上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但是你若是要透过人聚焦在空间身上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人类地理学的方法等等。所以对我来讲，这些名词意义真的都不大，它有点像说我不在天空上面已经看到一个方向，旁边有好几颗星星，然后旁边就有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星座，那个是那个星座，那个是那个星座。可是星座本来就是方便我们把这些星星位置记起来，并且彼此互相沟通的方法。但当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的时候，那个方向旁边的星星不管它本来是什么星座，都是你的星座，那你可以自己把它结合在一起去运用。那这样子的一种做学术的态度被叫做 anti-disciplinary，就是反学门的这样子一种态度。但是我并不是为了要反学门，而是因为对我来讲，解决那个问题或者是把位置变成一致比较重要。那但是去背那个这个到底是哪个星座哪个星座，对我比较不重要。那所以我这样子的，就是从14岁到现在，可以说是现在40岁了，可以说是一直还是在做这个题目。现在是大家就是付我薪水来让我继续做这个题目，让大家确保说民主这个protocol 这样子一个协定，可以在网络空间里面，就像在实体空间里面一样运作，而且频繁会更多。那这个当然是人文领域很多非常多的朋友们的
参与。那公共凭证现在也开始跟设计啊等等这些学生去做结合。所以我具体的建议就是说，不要先去想你在这个星座还是哪个星座，然后伸出橄榄枝跟对方对话，先去想说有哪个 open research problem， 有哪个大家都还不知道该怎么研究的题目，那你在这个题目的过程里面，自然你会发现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冤枉或者理工的分别，希望不要这个。好，谢谢曾伟啊！毕竟我们想解决大问题的这个想法，才能够做跨领域的结合啊，充分的呈现出自己的能耐出来。好，那个接下来的问题是说，曾伟过去曾提过以幽默化解冲突，那当幽默造成更大的愤怒回应时，你会怎么处理？我觉得当然要看那个幽默是幽谁的默。我这边讲的 humor over humor 基本上都是开自己玩笑，就是说不是去开别人玩笑，不是去 diss 别人的。如果是去 diss 别人的话，我觉得那可以叫挖苦，或者叫做嘲讽，或者叫什么，但并不是我这边用幽默 humor 这个字的意思。我用 humor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它并不 offensive， 那就算是有 aggression， 就是有侵略性，这个也是对着自己，绝对不是对着任何其他人。那为什么在这个里面就是开自己玩笑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说，如果我们开得起自己玩笑的话，那不管是对方对你有什么愤怒什么之类，那他只要跟着你这个玩笑，他来挖苦你就可以了。你这边要解决的是你不要有玻璃心的问题，但是只要你没有玻璃心的问题，就像有一个康宁的定律，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如果是问一个问题，大家都不会回答你，因为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什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专门问的很好。但是你只要切换一个账号，然后换一个超烂的答案，那这个时候所有的专家都跳出来准备打脸，就是去说你这个回答是错的等等。那但是只要你没有玻璃心的问题，这个就是你开始交朋友的方式，这就是所谓这个光的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我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那我就是自我检查，或者是挖苦一下自己等等。那你如果跟着我去挖苦我的话，那一方面就是这个它会是收敛，它不是发散的，是去讨论跟这件事无关的事。但是这个时候这个过程里面，不管是大家刚在挖苦 WebEx 还是怎么样，真的就有些新的想法出现了。就说既然你都用了 Slido， 为什么不用低延迟的 YouTube 直播呢，或者 Twitch 直播呢？这个真的非常好的问题，确实没什么道理，因为我们现在两个人在同一个空间， WebEx 两个人在不同空间的时候才要用的东西。但是如果一开始我们是很玻璃心，然后就把这些挖苦的东西全部都 archive 掉，全部都隔绝掉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有后面实际能够收到大家所提出的这么好的意见了。所以我想幽默会造成更大的愤怒，如果这个幽默它是自我挖苦，是针对事情的话，这种同仇的离开大概到最后都会收敛到更好的创新跟见解。但是如果一开始根本不是幽默，而是去挖苦别人，变成对人不对事，去 diss 别人的话，那当然这个愤怒就对这个公益一点帮助也没有，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这么提点哈，没事要挖苦挖苦自己哈。那接下来郑伟你好，以您的能力应该可以在科技公司也闯出一片天，薪水方面也可能比政府单位工作高出许多，十分好奇您选择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其实已经就是退休了，我2014年把公司卖掉之后，我其实就大概都是做公益方面的工作，像刚刚提到去年的临时政府等等，所以我本来就还好，就是对我来讲薪水已经不是我特别看重的事情，因为我大概创业到第4次吧，就已经发现说只要你的题目挑得好的话，可能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利率开始变得很低哦，所以就是说你与其去存钱，或者是去买什么投资产品，你不如就是找到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跟别人借钱，或者是拿创业的就是投资的钱来做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就在里面完全解决，因为我们当时都是采取开放原始嘛，自由软体的方式，所以就算没有解决，这个没有解决的经验对整个业界都有帮助，没有解决的过程里面累积出来的这些技术的创新，整个产业都可以分享，为什
欢迎投资人很愿意不断的继续投资，因为对他来讲，这对他整个 portfolio 都有帮助。他可能这边损失了一点钱，但是这里学到的教训以及这边累积出来的开放源码的这些就是资产吧，对他的整个其他的投资的题目来讲，他等于就帮所有人省去了学费哦。那所以在这个角度上面来看，那这边的所谓的 purpose investment 就是为了影响力或者是为了一个使命来做的投资。那所以我现在在公共其实在做的事情也非常像，大家可以发现说我自己设计的系统里面大概没有哪一个是全部都用公部门的资源来做事情的，大概都是可能我们抛砖引玉，有一个及时的口罩存量开放资料，但是你要怎么样子呈现，在上面怎么样子去架这个口罩地图也好，对话机器人也好 ，Voice Assistant 也好，那完全就是靠你的创意，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加码。那当然，五倍券现在连电商都可以在上面加码哦。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社会创新行动方案所谓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就是只要我能够证明我这个公共利益，那其实大家都很愿意来加码。所以我自己领多少薪水变成完全不是重点。像我刚讲 ，democracy as a form of technology。那我目前也是 Radical Exchange 基金会的理事，我是七个这个国际的这种社创组织的理事。那所以这个基金会它的很多的营运的钱，那就是 Vitaly Buterin 在出。那他自己在以太坊上面就帮我们做这方面的治理的研究，他试出来的东西，比方投票法啊等等，我们就直接拿来总统的黑客松或者是总统文化奖啊等等来使用。那比他的也不会想说，哎，那他这个为什么投入这方面公益性质的研究，为什么他这个不去割韭菜？因为对他来讲，就是做以太坊，其实他想要做这个研究的一个 byproduct， 这并不是他的最终价值。他的最终价值是他想要搞清楚说，哎，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子跨越这个文化或者是经验等等的翻译。那透过机制设计，然后来把成民主制度本身分析，那这跟我研究的题目实际上是非常像的。所以大概我在政府机构工作，也不会因此我就不在这些国际的社创非营利组织无机制的非常同意的情况下来担任理事。那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我在这个位置是刚好限制住了我自己的工作，大概这样子。好，谢谢哈。大概是说可以开创更大的舞台，然后也能放弃原来的理想跟做法。好，下面一个问题是说，您好，想请问您如何看待台湾阶级复制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呢 ？OK， 我们为什么不先回答很重要的那个宗教问题？有一个宗教问题，来一个宗教问题，说 C 加加的大瓜话不要换他。哦，不好意思，我这里没看见。我们两个不同步，是不是？好，哎，徐佳佳的大炮啊，要换啊，可能这两个不太同步啊，没关系。那 OK， 我想我自己在业界工作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用这些自动重新排版的这些程式哦，所以以前是说有 link 嘛，可以找出你的这个换不换行跟你的程式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在大部分的编辑器其实你都可以在编辑的时候直接你圈到这个共用程式码的时候就先把它转成你喜欢看的那个样子，然后当你编辑完你提交然后存档之后，它就自动把它转换成就是比较符合就是团队里面其他人编辑的样子。所以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因为没有这种自动转译的这些技术，所以才会变成说好像在团队里面硬要换行的硬不要换行的，硬要加分号的硬不要加分号的，或者是其他的要用 tab 的，又要用 space 的， space 的用两个还是四个什么之类的，就会陷入这种宗教上面的一种战争，不要叫宗教，信仰上面一种战争。对，那但是现在是因为大家在开发的时候都有这些自动转移的这些技术，所以到最近可能十年吧，所以我参加的团队已经都没有在吵这个，因为你就自己看一下你的编辑器或你自己的就是做就是创作的这种环境，那你看到的都一定是符合你不管要或不要换行，要加不要加分号，空白或者是 tab 等等状况。那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pluralism， 就是多元主义，就是并不是说在团队里面就是年资最高的或者位阶最高的他的那种拼字法或者是他所习惯的那种 style 就变成是所有其他都比较正确，而是我们了解到说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最习惯的那一种表现方法里面他才真的有创造力，
所以这个就不是只是diversity， 这个是叫 inclusion，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那种表现方式里面还是实际做得出贡献。但是如果他的表现方式是其他所不习惯的，我们中间加很多自动转移的这种做法，因为这个是 DMI 的核心嘛，所以我想说还是稍微讲一下这样吧。好，习家家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下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台湾阶级复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是有个人把这个当作个表，我们现在很喜欢看三来豆，这个一直都非常的非常的有乐趣。大家就是在如果是实际看这个直播，底下是最新的问题，所以追问什么都可以这样子来使用。那有时候里面会开始自己跟自己聊起来，好像刚才的情况，那这个是属于正常能量释放，就没有特别要特别要回应这些新的这个问题啊。好，那回到这个礼拜一三的问题。当然这个是在疫情的这两年里面啊，确实不管是经济基础啊等等，所以我们是看到一些隐忧啊，这个是真的。那当然台湾这方面就是恶化的速度并不是非常快，比起疫情底下其他国家来讲相对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当然不是以此而自满，而是说我们现在如果就投入一些资源做这方面弥补的话，应该是很有救啊。那一方面像刚才讲到的，就是网络平台网络确保说它不是只是在上课的时候，那是连午餐那样子的能够接触到这些设备，而是比较长期的。那像其实教育部一直都有在执行的大小学办，就是有一个社会网络，然后让任何偏乡的他不会因为他自己的生活的方面没有接触到这些文化刺激或者是这些网络社群，然后他就不知道说，原来事实上有这些社群可以在生活上面及学术上面真的帮助他。所以就是中间的这种学伴或者是介绍者或数位机会中心里面的联系者等等的角色，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之前在台大好像有专门做这件事情的社团嘛，也有来访问我。那我觉得大家就是在大学，然后等于这也是一种创业嘛，是社会事业、职业这样子的创业，试着这样子创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在这个学习阶段，不管是在大学里面，但是社会对你的那个容忍值是很高的，所以你可以试各种各样的方法，成功写论文，不成功也写论文。但是如果知道就是所谓出社会，然后你也有一个全职的工作，那再想这个的话，那感觉上就会觉得，等到你有一些资源，然后透过所谓的 ESG 或 CSR 等等的资源再来做这件事情。那但是如果你在大学或甚至高中或甚至更小阶段就已经投入这方面的工作的话，那你其实就算是在四部门里面最后有一个工作职位等等，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那个工作跟你本来这个人脉相结合。这个时候你在做的就是 BD， 就是业务拓展的工作，就不是只是 CSR 的工作。CSR 当然很重要，但我的意思是，你就可以用到你在职位上全部的资源，而不是只是下班的时候的资源，或者是等到你以后到了 CSR 或者 HR 部门才能够用到那个资源，而且你就可以直接把你实际在做的这个工作里面对于社会的帮助那个性质可以讲得很清楚。那如果你是上市公司，就是你的 ESG。投资啊，这个非常有帮助。那即使是还没有上市的中小企业，那现在也对于在台湾社会创新组织的登录平台上面，其实有很多互惠的资源，现在都是扣紧，就是即使你中小企业，但是也把自己当作上市公司一样的去讲说，怎么样子来解决社会不正义的问题，这个时候就可以运用到相当多现在所谓的 impact investing。就是影响力投资的资源嘛，不过这个我想在台大有很多专门的课程讲这个，我就不在这边讲太多细节。但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有政府的政策，政府政策是最底下，而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动员多少经济部门以及社会部门的力量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觉得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知道这是重要的。好，接下来有119位同学要吴昌宏回他们的讯息。好的，那我们要问这样的事，那吴昌宏到底要不要回他信息呢？但是因为你是匿名的，所以就是这119位、120位朋友全部都是匿名的，所以就是我想吴昌宏要回120个匿名的讯息，可能是有困难的，所以我具体的建议还是说你用他实际能够看到你的就是寄件位置的方式。那即使你想要保持匿名，那也不能叫 anonymous 啊，至少用 private relay 啊，还是什么 proto mail 什么，注册一个真正的 email 账号，这样他才真。
slide 有你刘学习请用用的。好，谢谢政委的回应啊、哦，建议很好。来，请问委员对言论自由的看法，例如言论自由的界限、假新闻法则的议题。是，我想在这里面要先界定一下，就是这三个字，因为假新闻这三个字我是绝对不主动用的，我现在是扣住你的问题，所以我才使用。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英文里面还可以说 fake news is not journalism。好，那在这个人在中文要怎么讲，对不对？假新闻不是新闻工作，这听起来哪里怪怪的？因为 news journalism 在我们全通同一个字嘛，新闻、新闻业、新闻工作等等，所以实际上定义完全不同的三件事情。一个是说，新闻工作，但它事实上都没有做好，所以里面有一些跟事实不符，它之后被更正的事情，这是一种，有时候也会叫假新闻。那另外一种是说，他干脆就不是新闻工作者，然后他仿冒一个新闻工作的题材，想要骗取人的信任，这个也被叫假新闻。甚至他是新闻工作者，他的报道也没有什么错，但是他的编辑给他下了一个很耸动而且偏离事实的标题，这个有时候也被叫假新闻。但是这三个完全不重叠，所以三个定义不重叠的事情，然后用相同的三个字来描述。那结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聚焦，所以我自己在2017年开始，我在行政院里面的具体贡献就是把 misinformation， 那可能不是故意的争议讯息，或者是 disinformation， 即使它是故意的假讯息、不实讯息，都不要把它跟新闻两个字有任何关系。这样子我才可以说，让大家都了解怎么做新闻，并且参与新闻的制作的工作，才是解决假讯息危害唯一的方法。那这条听起来就很顺，但是我如果要把这个假新闻，感觉就一点都不顺啊、哦。对，那所以我想言论自由它是促进大家都有能够去制播媒体，而且是及时的事实查核的那种程度的媒体的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像今天就是大家可以很直接的问我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那我们在行政里也不可能知道社会上实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想举的一个例子就是2019年12月底的时候，李文亮医师的那个讯息说华南海鲜市场有7例 SARS， 他一天之内就救了台湾人，因为台湾在 APP 上大家经过言论自由的讨论之后，隔天我们就开始去做这次检查，但是他没有救到这个当地的人。为什么？因为当地没有这方面的言论自由，所以我想也不是他们的官员特别怎么样而是说他们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在就是公安警察局那一层就已经挡掉了嘛，就已经不见了，所以他们的城市的人也好，中央的人也好，根本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件事情。那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整个社会来想说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映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讨论过，讨论了之后大家知道不同的立场，但是发现大家都有一些互相同意的部分，比方说戴着口罩就可以确保你没有洗的手不会碰到自己的脸，这个应该大家都同意。好，那大家很快收敛到大家都同意的这个部分，不管口罩别的部分有没有用，这个一定是很有用的。那这个时候面整个社会就踏稳脚步，然后就可以一起往前在这一步这样子。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讨论的空间，没有形成这样的共识，那很容易就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出现的这个戴口罩与否变成一种信仰的这样子的问题，那很快就会开始有很多阴谋论啊等等就会开始出现。那这个的前提都是说，我们这边真的有一种亲社会的讨论空间，像第一这样，能够把一开始非常不同的立场、南辕北辙的立场，把它收敛到一些少数大家都可以觉得 we can live with it， 就是我们粗略的共识、共同的价值。那这个踏稳了，像攀岩一样嘛，就一脚踏稳，另外一脚也向上去，就上去，很快就形成所谓的台湾方的。那这些都是建立在言论自由上，所以就好像我们就是解决疫情，这个天天不靠老干，不靠封城。那我们解决 infodem， 解决一下讯息危害，也绝对不是靠去强害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委员您好，我对您在大众面前的卓越表现都深感佩服，但比起那些，我更想请教您应该要如何面对过去的不如意，比如被欺负。我看过您接受采访的发现您对往事很坦然，我想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才可以像这样对过去释怀，往前让自己进步。
现在更像是很麻木或报复心态的进步。这也是许多孩子遇到的问题，攸关台湾社会的发展。我很期待您的分享。是，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们不管过去有碰到怎么样子不如意的事情，被欺负、霸凌等等，如果你的就是不舒服的感觉是对人而不是对事，好像我又想报复那个同学的话，那其实就没有办法释怀啊，就没有释怀的任何可能性。那但是如果我们去聚焦在说，类似的事情怎么样子不会再发生呢？这种结构性的对事不对人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来分享。我在八九年，那时候确实休学了半年，然后那半年里面，我就是看了非常多心理学的书，萨提尔啊、皮亚杰、蒙特梭利等等，然后去确保说我真的能够理解那个班上一定要把我霸凌到休学的那个本来都考第二名的同学，因为我考第一名的同学，到底在想什么？那后来我花了半年时间看超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书，那我就发现说，因为他的自信是建立在对外面这种不稳固的相对比较上，而这来自于他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承受焦虑，因为他没有考到第一名，真的回去会被打。那这样子的情况下，等于他复制了他的家长的那种承受焦虑，然后他必须要有一个宣泄的出口。但是，当然我转学出去之后，他真的就第一名了。但是，其实这跟他自己的学习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哦。那所以，我们如果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要确保说，在小学二年级，其实才在第一个学习阶段嘛，里面我们是对大化每个小孩挑自己的创造的方向的可能性，而不是说去把小孩跟小孩个别之间来做比较，所以教材教法等等要调整等等，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对教改有非常多的见解、非常多的看法。那这当然都是从亲身的经验来的。但是大家可以想想说，如果是麻木或者报复的心态，就脑里求是那个人的名字的话，那其实根本不会有力气，也不可能在心里有一个空间去说，那我现在觉得很挫折，这个挫折跟我一起待一会儿，看看他有什么可以教我的。我在心里放一个，就是对方就是那个霸凌者的 mental model， 然后想一想说他自己有哪些不舒服的情况，他是什么结构的受害者等等。就说如果你心里没有这样子的空间的话，那其实到最后当然就是很不容易走出来。所以我现在具体的建议就是说，第一个，自己不要逼自己一定多久要走出来。其实有的时候不逼自己，反而很快就释怀了。如果是说你一定要限期处理完的话，那大部分其实他是不会在心里有那个余裕掉，就变成只是把它这叫 repress， 就是压抑掉而已。所以不要给自己定一个什么时候走出来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尽量睡够，每天睡八个小时，那偶尔也可以就是至少补充一点青菜的吃一点咖喱拌饭，这都是非常好的吧？这似乎是今天的主题，咖喱拌又来了，可以从咖喱拌饭开始重讲吗？推我上去快，还有刚刚科技如何改善台湾政坛与外交内体？好的，就是先补上刚刚声音有问题的那一部分哦。好，那我也把亚细的那一题，就是比较简略的重新讲。外交跟科技那一题，我讲的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说，除了我们本来在农业改良的技术的科技，以及医疗工位体系的科技是全世界都知道之外，现在我们也开始去想说，像我们刚刚讲到怎么应对假讯息危害，这些并不是从私部门，不是从经济部门出来，虽然他们有帮助，比方说 WhoSCO 啊，趋势防毒啊，这些当然也都是私部门，但是怎么样回应的方式是在社会部门里面讨论出来的，所以不是只有产业部门可以创新的科技跟国际分享，社会部门的创新，像 PPT 也可以。创新也可以跟国际分享，但是现在在外交上面，大家想到台湾，现在想到是说，那我们的数位民主，我们运用这些方式防疫，运用这些方式解决假讯息等等，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国际上面，就不是只是 Made in 台湾，好像是特定的产品或服务，而是一种想事情的方法。那这个 Made in 台湾，我觉得是台湾在国际上面现在外交非常好的一个新的一个切入点，因为大家都非常需要这件事情。那这个就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一个不怕失败的文化，就是失败是帮整个产业链付学费的这样子一个文化。那我们在社会创新里面确实是这样，因为你的创作既然是为了一个公共利益，
那即使你没有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没有 service market fit， 那怎么样不 fit 这件事情，你只要愿意贡献出来，公开出来，那个也就是一个社会的贡献。如果你刚好在大学里面，就是像刚刚讲的，可以发表一个论文啊，这就是为什么 Ustart 创业成功率特别高，因为他都在一个不怕失败的这个情况嘛，或者在 USR 里面试一些社会试验，大家也很愿意投入一些非常新的方法，因为大家都在不怕失败的这个情况上面去做。所以不管是在学术机构，或者是在我们现在不管国家基金啊，或者是国外基金，最近这个就是纾困4.0也开始去融资给社会实验，好比像说合作社啊等等，这些都是以前很难想象的。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只有就是 top down 的那些重点产业嘛，才会用到这些资源。但当我们现在发现说没有，现在社会创新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民主的对外输出的时候，那这些多元的社会部门的支持形态也都变成很好的创业或内部创业的题目，那也都变成很好的，就是大家更不怕失败，因为就算失败也是对公共有帮助。希望回答这个。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喂，您好，想请问您是要如何全面去了解一个问题，例如十连制登记，要怎么知道社会上有哪些需求，有不识字的机住民，不会扫 QR code 的老年人，不善于写字的原住民，而设计出不同方法符合他们的需求。是，就像刚刚讲到，就是当我们设计出一个新的方法的时候，我们是抱持两个心态，一个是开门造车嘛，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要求大家遵循这个方法，而是这个方法的研发的整个过程。像简讯十连制当时有一个 HackMD 了，在 HackMD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居林里社区到底考虑了多少种不同的方案，以及在这个方案里面做出了怎么样子的权衡。所以因为他的工作的这个脉络是完全透明的，所以任何人看了这个脉络之后，他就会了解到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做了什么样的取舍。当他有一个创新的时候，他可以集中在它的可行性是建立在我们的工作的成果上，然后呢，他在他的那个方面去做创新。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有很多朋友他用的是漫游的门号，也就是他根本不是五大电信商的门号，那这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发现简讯十连制，因为1922变成他的发话方的那个电信商的解码，那个解码是绝对不会帮我们扫18天的资料的，所以他只要一扫1922一发简讯，他就看到一个惊叹号，是找不出来，那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因为立刻我就接到这个台北市咨询局的一个要求，就是他们想要用网际网络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下载台北通之后去扫描，那走网际网络，那就直接存到台北通的资料库里面。可这个当然有一些搭配上面的问题，台北通本来的 QR code 格式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叫一个 compatibility layer， 必须要我们前一次制发一大堆 QR code 给台北市，它可以上到像一个网域代理商那样子，然后它再去制发给其他的这些店家。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当时疫情在北部比较多，所以他们自己的医疗人员在调资料库的时候，也要有一个共通的医疗辅助平台，能够不只调电信商这一段，也要调台北通这一段，因为他们如果不建制，可能新北市的人就不能用，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央也要做一些调配，他们也要做一些调配。可是因为这个公共利益是非常明显嘛，就是有一些朋友他没有国内电信商的门号，那在公共利益是这么明显的情况下，大家就完全像一个团队一样，就算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这些开发者，那像台北通那边也把他们的 API 到他们等等全部都开放出来，所以我们就短短的应该才2-3天嘛，那就完成了这个。我也录了一篇影说，如果你是漫游门号，我们就用台北通等等。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好像比地方政府更知道他们实际的人的情况，也不是说我们比这个照顾新住民的这些就是内政部或者是在地的这些社工啊等等民宿等等的朋友，不是说比他们更了解情况，不可能更了解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确保这些帮助他们的这些朋友以及这些新住民的本身都用他们习惯的方式跟他们习惯的语言文字沟通的方式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脉络，所以就不会变成说好像他觉得这是 top down 的，他不能 fight back， 他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而是说没有，我们这整个里面的原始码或者 stack 什么都是开放的，所以像这套金融一样，你抽掉一些加上一些，那你就是自己的一套做法吧。像台湾市政局本来是用蓝牙嘛，
但是他们就开放原始码了，所以任何想要加上1920去实验室扫码器，我现在都还是主要是用他们的扫码器，连立刻就可以加上这个功能，那整个社群都可以因此而获益。那有一些就是大的连锁的公司、企业、厂区等等，他想要把他们社区再继续改、继续改造，变成他们自己确定打卡等等方式，也许不是寄到1922，而是寄到他们的代表号等等。那他也不用自己再重新研发、重新跑那些自然检测，他可以直接把已经自然检测过的台湾制造局的开放原始码、MIT 授权的原始码再去改造、再去改造。所以并不是我知道这些需求，我设计出这些需求，而是我让有能力接近这些实际需求的人，能够不负担任何风险的情况下，继续我们的这些研发，叫 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pain， 就是谁离实际的痛点越近，我们就要给他越多创作的权利。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哈。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有关于其实一直谈判的事情哈，请问。请问政委，您对学习历史档案遗失这件事情的看法为何？是否能够透过政委的力量来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当然，就是在向上集中，就是进入虚拟机，然后就是有一个虚拟三台虚拟机设定。除了这件事情，现在应该大家都蛮知道里面的基础细节，我就不在这边多讲啊。那理论上向上集中以后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就进入这个备份系统。但就是在向上集中的过程里面出了这样子的状况。我自己的想法是说，我们在大部分设计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一开始并没有一种什么 chaos engineering 嘛，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叫它，就是自己扮演红队，自己来试着去攻击这套系统。这不是只是自然上面的渗透测试，也包含模拟各种就是天灾事变不可抗力出现的时候，那我们这一整套这个 plan B 啊，到底要怎么样的运行等等。确实之前在我们公司系里面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文化。那我会觉得说这样的文化是非常重要。像我自己在当就是政委的时候，我自己就带进了很多民间常用的系统啊，像 HackMD 啊，常用我们自己整天也在用这个 CodeMD 啊，我们都加在 Samsung 这套系统上。但当时在让公务人员真的可以用之前，我就很坚持说，我们要找不只是我们的技术这些专家，也是要找外界的这些专家，像 DevCore 啊这些世界知名的这些团队。那他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就是除了三个 CV 以外，就是找到三个值得跟全世界讲的漏洞啊等等，然后实际的去找出这个问题来。所以这个是有时候叫做 purple teaming 嘛，就是你的防守维运方蓝队跟就是你请来的攻击方红队，那能够好像是互相 shadow， 就是互相在同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工作。那他也可以了解到就是各种就是不幸的灾变的发生的，或者是人为的灾变，就是受到入侵的发生的时候，这些攻击者到底在想什么。那只有在维运方防守方真的脑里面有这样子的就是好像兵器推演吧，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那他碰到新的这个就是不利状况出现的时候，他才可以有这样子一种立刻他就知道说，这个就跟我之前演习的某一场兵推的什么这个剧本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怎么做都可以，他就比较不会慌了。那人慌了，当然就很容易就是做出一些小到就是会造成大家的不习惯，那大可能就是有更多的问题的处置出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应该要未来建立这种 purple teaming 或者是一种 shadow team 啊，这样子的一种做法。那这个我想教育部如果愿意往这个方向来进行工作的话，那我也愿意来帮忙做。谢谢政委哈，我发现现在同学们知道的事情都比我们多哈。接下来又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政委你好，关于最近Toys 的道歉声明，您有什么看法？然后您支持大麻合法化吗？那这个我现在发现说对我上去蛮有用的，就是对拉票的那个反应都这样。好，那首先就是这个好像又是一个 regrow， 就是我就是这个影片好像跟大家讲道歉声明关联不大，但 anyway 好，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我想。这整件事情就是最近关于就是大麻等等这些讨论，当然大家都知道它后面的这个政治背景，我就不在这边重述了。我们在教育平台上面
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联署案，大家知道众云平台，然后大马等等，那就会看到食药署嘛，卫福部嘛，对于怎么样子在药用的这个环境里面，有医师许可的情况下，又透过处方怎么样，就是充满了那种医学名词的方法在处理这件事情。那但是就像刚刚贾新闻三个字一样，我想这边写大麻合法化的这五个字的人，他的脑里面所映射到的实际的状况，一定跟在众云平台联署案的食药署的那个充满药理学的那个回复，大概是不同的脉络的。所以就说这是为什么这个重点其实不是所谓的就是推挡，就是不是把看不顺眼的东西拿下架，重点其实是 contextualization。就是你看不顺眼，那为什么看不顺眼？为什么一开始有人会写这几个字？他写这几个字的时候，脑里的那个图景、场景，是不是其实跟你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一个空间来对话的地方。那我自己在帮忙众平台经营的时候，特别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在众平台上面，就跟 Slido 一样，它可以有支持的立场的意见，有反对的意见，但是两个中心不能互相回复，你就只能按赞或不赞而已。所以两边的排名最高的，当你看完之后，其实脑里面就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图景就会出现。那因为他们不能彼此指名道姓啊，说怎么不回我讯息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不会有网络上面留言板常见的那种互相骂战所谓的分窝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如果关心这个题目的话，那就找这个中英平台，然后找大马，然后你就会看到食药署，就是很具体的，就是一项一项把它拆解出来来回应。那大家脑里装的那个图景的话，才不会那么容易被风向带到里面，或带到另外一边去。好，谢谢郑文的回应。下一个问题是刚才问西佳佳的两颗星，他问的说，郑文您好，请问您对有人把 Slido 的 cookie 清除来推评论有何看法？我想就大家可以随便推评论，但是我对于就是第一名的这个题目，我要花几秒钟来回答，这个还是我的自由，所以像这一题我就不会回答的事情。好，谢谢哈。接下来是直球对决，他说为什么五倍券在数位绑定之后不能取消？请问相关的法律授权基础为何？此外，我们都可以体会政府要推动数位支付的美意，但是这些财团或是银行都是资本雄厚。我看过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的预算报告，哇，这同学厉害，用人们的纳税钱来支持这些大财团是否合适？是，我有两个回答，一个是说，我们在纸本券。去年大家如果记得的话，3000块拿到之后，其实两个主要拿的通路的大型便利商店都有你直接把整个信封拿给他，然后他直接给你一张储值卡，3000换4000的这样子的作为嘛，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有起到振兴的作用？可能有起到一些振兴的作用，可是就只限于能够在那两个通路上架的那些商家，这个也是事实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讲数位券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把它跟纸本券放在同一个衡量的基准上面看，不是说数位券大家今年对确实是可以去买电商，所以也有很多朋友说，那电商都是已经要付得起上架费的才能够使用电商，或者是你用行动支付，你能够买得起 POS 机方案的，你才能够用行动支付，所以都振兴到中小企业里面的中的那个部分，小微的部分没有照顾到等等，那这个当然是合理的一个批评，我也没有要逃避的意思。但是我要讲的是，去年纸本的那个递送的方式未必没有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要回答，就是说我们今年就是特别帮小微的这些商家，甚至是他免开统一发票，或者是只有税籍登记、只有商号登记、没有公司登记等等这些商家，设计了一个他只要用他自己的负责人的月租薪手机门号，就可以完成身份认证，然后政府帮他付掉80%的就是 POS 机或者是多元聚合支付方案的这样一套系统，叫做台湾云市集哦，只要找云市集就可以找到。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也看到云市集上面这些支付方案，自从推出五倍券而且数位券400万元之后，那就全部都这个非常多人在使用云市集的方案。所以你说我们完全没有照顾到小微，然后主要是鼓励这些大的财团，我现在是觉得并不是这样子。经济部花非常多的资源，也都是各办，就是科技汇报所搭档，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些小微这些。就是甚至是卖豆花啊，或者是早餐啊等等这些店家，在他几乎不用付什么成本的情况下，去接取到最新的，他不用买新的机器，可以拿一台闲置的手机或平板，就直接能够接受数位券的支付，或者是能够处理电商的优惠代码等等的这些方式。那这些方式它后面都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来自于我们社创方案的一个叫做有责商行啊。那则是用注音表示，因为它是生产者负责，消费者有选择的意思。所以在电商里面，同样的一个五倍券专区，那里面全部都是在地的社会事业、地方工厂、小农、小微企业等等的这些商家。所以同样的，就是不是说我们把电商排除，而是电商综合性电商要进来的前提是说，他把符合他的这个社会责任、有责负责任的那一部分，放在他手边列出来，然后我们才说，那这些综合性的电商可以来用数位的五倍券来消费。所以这些大概都是刚刚讲到，就是运用这些比较大的财团或者是银行或者是支付上的资源，但是实际上是帮助在疫情里面特别需要振兴的不管是餐饮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些店家。那这套做法比起纸本来讲确实是很复杂，这个我也不否认，真的很复杂。但是如果你是实际使用一次的话，你只需要管你实际使用的那一套路径上面的做法，对不对？旁边其他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绑定了信用卡的话，其实你不用去管台湾Pay到底是怎么办。那信用卡有他自己加码的方案，你也不用都看，因为你的网银行大概都是2家，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尽量不会消耗到大家太多认知成本，但在有限的认知成本情况底下，尽可能去做出一些动员社会上面经济状况比较好，在疫情中间说不定还有赚钱的这些公司，然后反过来去让在疫情期间就是没有振兴到这些公司，别人有这些振兴的机会，就不一定是公司，刚刚讲到可能是小商号啊等等这些，所以支持大财团只是一个 instrument。它的结果应该是要平均分配到这些小微企业，但是我现在在这边讲，其实我也没有 hard number， 因为我们去年没这样做，所以今年这套做法到底数位会不会比起资本更能够流到小微企业或者是庇护工厂、小农等等，现在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要非常的就是问世。那数位支付的好处就是很容易做统计了，所以我们实际跑完就是这一次之后，那大家就可以知道我刚刚讲到那几套其实到底是就是具体它实践的爬树有多少。那如果最后发现这真的既省行政成本又可以达到效果，我们会就多做一点。那如果发现说没有省到行政成本，那就像去年就是你刷了3000之后，你可以输入一个捐款的账号嘛，然后就可以捐到一个这个NPO 什么。最后因为过于复杂，根本没有时间这样子做，我有这样子做。那所以我们今年就说没有人直接刷卡捐1000块就可以了。所以去年就是我们实际两个发现这个做法就是大家觉得认知成本太高，那我们今年就会改用一个认知成本较低的方式。我们在公部门大概就是想述这些方法，一次做好几个，然后 measure 就是 multi-arm approach，measure 完之后我们就挑比较好的，然后之后我们下一年就会去大概都用前面那一年正好的比较好的模式，希望大家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是我们防疫的哈，那个3+11没有会议记录可以吗？连国小班会都有记录呢？对，我想我自己是没有参加 CECC 这一方面的讨论了。不过我们在就是 CECC 的运作的过程里面，其实 CECC 是一个就是动员各种各样不同部会，然后各种各样不同相关的业承办来的组织。那每一次 CECC 在处理一个题目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要做成，就是可能下午2点就要讲，所以大家可以发现的时候下午2点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完成讨论，2点0几的时候才出现在镜头前面，这也是很常见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想这个跟班会就是每一次在讨论的议题，班会前大家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或是当天突发的状况，而且班会的时间可能是固定的，那成员也是固定的，
我因为发现一件事情都要进行空那件事情相关的来，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它这个频站转换，就是班会这种像我们行政运用会比较像这种平时的会议距离的方式，当然它事前的准备时候的记录都可以有一套固定的格式，那但是频站转换就在一个比较紧急的状态的时候，那 CCC 有它自己的比较适合这个方式的决策模式。我当然我也理解到，就是很多像你们 PD 像朋友等等，也包含我们立法院的一些委员，认为说当一个紧急状态持续了两年了，快两年了，那到底就是是不是里面有些部分应该写进传染病防治法，可能不应该全部都一直使用紧急状态这种概念，因为天知道这个紧急状态要多久。那这方面我是赞成的，就包含解决实验室等等，我们当初都是在一个指引下去操作，因为传染病防治法制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但是我自己也觉得说，好比说像法务部在很感谢那个张元森法官劝上者之后，法务部也在这种紧急召开的指挥中心法制组的会上面马上定调说，你传一个简讯到1922存在电讯上，你根本不是在跟任何人通讯，所以通讯监察根本就不应该适用，电信商根本不应该把这些SMS 1922的 code， 因为1922毕竟是一个特定的人嘛，根本就不应该交出去，根本不应该交给这个做监听的这些人啊，那他们不交并不违法。那这个诠释这个解释事实上是正式的，所以中间会记录也已经公开，在网上面都可以查得到，但是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因为它是在法制组的一次会议记录做下来的，那之前有非常多的非正式的讨论。那但如果这个真的能够解决传染病防治法的话，那相信之后大家在用类似简讯实验室这样的系统的时候，应该会比现在就是再更安心一点点。所以就是如果这个问题它后面再讲是说，应该就这种已经进入非常长时间的紧急状态，建立更多的制度，那我想知道立法院在不通过，我都是很支持。那特别是在简讯实验室这件事情上面，我是很支持把它协会传到法上面。好，下一个题目有160人关心哈，请问唐政委一周的生活与作息大概是什么样子？是，我大概都6-7点醒来了，第一个会议大概都是早上7点，那因为通常都是跟美东嘛，不管南美还是北美嘛来进行会议，那这个因为再晚的话，那可能就睡了，不可能熬夜。那然后大概到9点-10点左右，那才开始我们这个时区的行程。那大概到6-7点傍晚吧，6点左右，那就是欧洲或者是非洲那边，所以几乎每天都这样子，所以是有一点，不是 time zone traveler， 就是每天都在时区中间旅行那样子的感觉。那这个真的是疫情之后才有的情况。以前如果是重要的国际场合，就是跟我类似位阶的其他公部门、其他国家的朋友的话，大概都是必须要面对面才见得到。一方面是外交礼仪，但是二方面是他们并不习惯，尤其比较资深的那些官员，他们年轻的时候也用过视讯，然后体验非常差，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视讯。他大概每个都是这样，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对那个面对面非常的看重。那可是因为这两年就是好像把脑也快取都清掉了，所以他们发现说，现在其实面对面反而因为要戴口罩，所以不是看得很清楚。那反而视讯其实是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这种比较双边的，或者是所谓少边啦，另外说小型多边的这些透过视讯，而且也很难被抗议，也不可能翻桌的这些联系，在这两年就变得非常的频繁。所以我的早上7-9，然后傍晚5-7，大概都是给外交部，然后去参加这方面的活动啊。那在那个之后，我大概都就是坚持要睡到8小时嘛，所以大概都是10点，最多11点睡，然后这样才能够6点多起来。那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的嗜好，我嗜好就是在网络上面看到就是召唤我的，然后如果我觉得有贡献，就讲个好念话，就这么讲，就是聊两句啊，就所有的 troll 话题，当然对方也不一定都是 troll， 很多时候也有很多很具体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兴趣，就是在网络上面只要 hashtag 唐总有提到我的，大概都会看到，不一定会回，但是也会看到。好，谢谢唐政委。下一个大家关心的是，想请问委员对未来台湾 5G 发展的看法。就像我刚才讲的是科技局配合人，不是要求人来配合科技，所以我们现在在全台湾大概大家都是在试说
5G 适合做哪些题目。那这些题目呢，我们有个口号，越偏向越前进，所以很多都是在雪中送炭的地方做，而不是在锦上添花的地方做。那这些雪中送炭的地方做的这些题目，不管它是跟关于健康权啊、学习权啊等等这些题目，一方面让我们知道说 5G 它的应用的一个极限，那有些可能要用比方 5G 或者是低轨轨道卫星什么来解决，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让我们知道说有非常多的就是创意在这方面可以发展。因为如果它要先在 5G 这个大家都还在摸索的这个场域里面一下就建立起规模化的这种东西，那只有像刚刚前面问题讲的资本大雄才能够做这方面的题目。但是因为国家本来就有照顾大家方面人权、健康的人权、学习权的人权等等的这些义务嘛，所以只要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用大学的经费的事情，那我们都很愿意让你在即使还没有商业模式的情况，只要你有一个社会奖励模式，那就先在这些偏向领导等等这些地方来使用。那所以我觉得台湾是用社会创新去带动产业创新。那在 5G 的应用上，就好像我们 AI 的应用是让这个亟待数位转型的社会企业或者是中小企业来出题，然后让学 AI 的朋友来解题等等一样，那我们在 5G 也是用相同的角度去实际解决社会需求，而不一定一下就建立起商业模式。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哈。最近又有问了一个问题哈，这是178的关心的是委员您好，想请问您在创业的时候是否有遇到什么困难，又是如何克服？这个故事讲起来就很多了，因为我们表定是到几年十分吗？十分。好，所以剩三分钟。好，那这个可能就没有办法很细的回答。不过我在创业的时候，通常碰到的困难都不是我们自己团队里面的困难，而是我们的创业的做法。这个好比方说，我一直都是用 open source 的这个精神在创业，这个做法怎么样子跟业界里面的习惯去对接？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我们之前的就是在入格前的公司 Social Text， 那我们在做的就有点像现在大家常常用 Slack 啊等等，就用一些类似社群媒体，但是是在工作场合使用社群媒体，包含共笔啊、即时通讯啊等等。那当时呢，我们就发现说，那有意思，我们本来以为是新创团队，因为当时我们的竞争者像 Yammer 啊什么，很多都是对着新创团队或者是中小型的公司在设计，我们觉得说，他们应该是。最需要或者是最会能够来试这些新的工作形态的方法。但是呢，因为我们不太一样，我们是 open source， 就是任何人可以看 social text 的这个 platform， 然后在上面甚至直接改我们的程式码，或者在我们的这个开发的 kit SDK 上面自己开发出自己的做法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有能力这样子做的，其实是大型的，它内部也有资讯部门的，但它又不是纯粹为了盈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它是非常大的慈善团体，或者是非常大的政府机关。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全面转向，就是我们把整个界面都变成符合通用设计。因为你为了让大型政府机关使用，那我的障碍是就是第一步就一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把自己更多的想成是任何在里面的公务员都可以自己写一套程式，好在我们的平台上好来解决身份认证等等的这些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帮他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变成一个 empowering solution， 不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的这个情况。这个方向还不错，所以后来当然就被诟病啊等等，这个是就是MMA 我们做出场的等等。但是就是说这个想法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本来创业中想象的 DA， 只要你用了一个开放式共同创新的方法，那你可以怎么讲，就是 punch above your grade， 就是说你就可以一下子结合一些感觉上不会直接想到你的这些人。这些人也不是因为他们老板要用你的这个软体，而是因为他的员工自己用过你的软体，因为 open source 嘛，大家平常开发的时候常用。但是员工自己在里面去说，那我们应该用这个。其实以我的理解，像 GitHub 啊，很多这一类比较跟开放源码比较紧密的这些社群上面的工具，它进入大企业的时候，大概都是靠基层，然后就直接渗透文化渗透进去。所以我现在在公共创业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这些方法论，包含我的演讲的主旨稿啊等等，都是让任何层级的任何公务员，他只要他的 email 后面是.gov.tw， 就可以直接来使用像 Sensenome 这些系统，根本不用问过我，不用管钱，
那所以到最后他长官来说吧，那他碰到一个新的挑战，用新的方法解决的时候，他的属官就是他下属，其实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在公部门里面已经有这样一种横向式的这种比较 bottom up 的，就是 grassroots 比较草根的这样子一种开放式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担任政务委员的学到的事情，就是基层的公务员比我们想象的要创新非常多，只是因为公务员服务繁，你在外面看不到他们的创新，那我们在内部有个创新的舞台，我帮忙吸收一些风险，那我觉得就可以让很多在政务推展的时候不会变成好像是让基层爆肝，让你们增加新的风险，而是大家可以一起去专注解决这个问题。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谢谢唐政委的这个解答哈。最后一个题目也非常重要哈，开放型的创新，开放式的创新。那的确是在现在的这个世界潮流里面，有各式各样我们过去想象不到的作为、做法或是方式，那都非常的创新，能够在产业界里面发展，甚至在政府机构里面创新。那其实这都是不容易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今天再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唐政委。好，谢谢也希望作业题目有准时公布，谢谢大家，不耽误大家时间，谢谢，拜拜。好，谢谢唐政委。